当然放个电脑问题不大是吧？先颠不灭，打诺导。四 Q 的，四 Q 我们就学 W 回血吧。寡死你！悔恨会磨平我们灵魂的棱角。哎呦，这那个 Q 放的还挺好。无论如何，一起走到未来的时间。现在就是那个未来，那个时间。不是同一边，有些方向上的方向面的字眼。打诺夫带疾跑没意义，打诺夫还是干他们就好。你带疾跑，你跑也跑不动。别人诺夫 W 90%减速，一技能又拉你。你不会觉得你跑得过他呗？你打个蛮王带疾跑我都能理解，你打诺手带疾跑纯粹犯病。谢谢子期的一个心愿盲盒，谢谢。婚姻给男人带来了什么？带来什么呢？怎么说呢，感觉我们这边国内一直都是这样呗。或者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。我们打一套就行了，不要让他叠雪诺急了。你看他在想叠雪诺你知道吧，他想闪现 AAWQ 然后把他秒了，但是我也有闪啊，但这不闪现回头他就是必死的。别出现打诺头带气泡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一坨一坨，我的评价是一坨。打诺头真不能带气泡，太废了。关键是我们带点火，带闪现点火，对线是可以跟诺头干的，咱没那么怕诺头。情感真没那么怕诺头的。废。好工具总会属于前方。和你再干一杯，再干一杯，永远。就逃跑是没有用的，逃避是没有用的，你只有勇敢去面对它。打弄团还是勇敢面对它会比较好一点。但怎么说呢，别说现在有时候会整些奇怪的玩法嘛。他娱乐玩法这一块我觉得他是无敌的。就整那种奇奇怪怪的玩法，开创性是小无敌的。挖一下破坏谷，情感也不缺移速，情感缺的是伤害。你带疾跑你哪来伤害呢？你哪来伤害，哪来重伤呢？你不带点火还带疾跑，真不行。刚好36，别急。三个李朝天，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你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好难受呀，老弟。蓄力一下阿顿 Q， 快一点。拉他一下，没医到他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哥！
这就是剑圣吗？不是太离谱了吧，兄弟，你这个是他妈就是剑圣玩家吗？太离谱了吧！对，这个号快打死了。哎，没有吧，我帮他打到钻一了。他跟我说让我帮他打到钻一。对啊，小叔，晚点妮他可以说想打回主牌。待会我这个号打到钻一我就开主牌了。你要来的话你提前准备下号啊。你应该再打两把样子吧，打完这把再打一把，如果连胜的话。然后妮他可以，你朋友要来吗？我说跟妮塔克的朋友来不来？啸天来是吧？那你安排吧，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位置，有位置的话我们得提前喊人。暴杀诺收堕格，控制李潇，踹死你！完了，王被换掉了，不太赚啊，被换了。哎，虽然一技能把他撞晕了，他空在他空中把大招劈出来了，感觉还不该回头的。我操！我回头干啥呀？你一个小时之后到家可以来吗？可以吧？哎呀，他空中劈出来了，我想回头帮帮忙。呵呵，幽默了，只能说有点幽默了。还真是他之前呢，我感觉我杀他好多次啊，为什么我一杠一杠二呀？为什么一杠一杠二呀？我感觉我杀他好多次啊。就是我感觉我操作他很多波，偏不出一，算了。下一波杀他，下一波他是没有 E 的，他 E 在 CD。
哎，不给你轮头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就给格温，就给格温。操，他安妮来了，没办法，没法跑了。安妮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跑掉的，被安妮堵住了。被安妮堵住退路了，没地方跑，没地方跑了。话说剑圣不是被大砍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么猛啊？不吧，我觉得打野剑圣应该也被影响啊，他那个一技能伤害直接减少10点，就你现在三级一技能才和以前一级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你好，想逃？你不会想出现在我的名单上。好来，怎么办？好烦啊，我有点烦了。他没放到了。哎，白给了，上头了，这把打得太上头了，他有装到。这就是主播吧，就是没有考虑最优的那种打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。简单来说是玩的挺装的，没办法，我是主播。好了，我好像又要死了，兄弟们。把歌关了。哎呀，好热啊，兄弟们！我今天好热啊，感觉玩的好燥啊，兄弟们。估计是升温的原因，感觉让我有点整个人有点燥，就是玩得很急，你知道吗？你像我没出三项之前，我都是摁着他打的，出了三项之后装备好了，哎，反而打不过了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心态上的失衡。今天天气还太热了啊，让我有点发燥。没关系，虽然我们好像连续死了2波，但没关系。现在开始，给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王者情感的操作。不可能再给他任何机会了，不过这说出来真有点热，有点想开空调了。打那个诺手的话，最好不要跟不要在他塔下跟他打，还是有点受伤的。他现在十一级了，一个大招能拼我们800多，这个要稍微拉扯一下。他现在有疾跑，没有闪现，看好怎么操作，兄弟们。
主要看他拉扯一下，骗他技能，不要主动一，多拉扯。他在靠墙近的话，我们可以靠墙远就算了，对吧？他这个就是愣怂了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补刀他不理我们，那我们就游走一下，没必要一直跟他打。格温在下，那就不用游了，找不到格温的。看他的，看他想怎么打，要不要主动打？他 Q 空了，回头打一下。卡牌可以飞，可以放。拉扯一下，飘娘，你看他就急了，打诺手不要急，你只要不急，急的就会是他，然后再根据队友的一个情况你去设计一下，你看就轻松拿下，这不是轻轻又松松吗？打诺手多简单，死僵子的上路不是打打杀杀，我们更多的要讲这个能情细故，知道吧？能情细故是很重要，第一应该能接近拆完，我们可以拆，反正没人能留我们，拆不完就走，拆不完还差两刀，不能再拆了，再拆要死，差两刀比较可惜。真热啊，今天多少度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操，今天30度啊，我说他们怎么那么热呢，看着主播找的理，看着主播这就今天确实因为天气温度太高有点燥啊，有点着急了，哎，导致我反而像个诺手狗了。怎么30度了今天？我麻了，我说怎么那么热呢？我现在开了风扇，我都感觉好热。游一下，打好多闪，但我们肯定是不能冲进去的，回去，回去找这个诺手去，这诺手打不过我们，找找机会，他们现在已经没闪了，如果他们再靠前的话，我们可以就先锁开团了，我们还有闪，开完一波团闪现出来完全没问题，纯纯计划通，兄弟们，哎，你飞了吗？先框住吧，不要让他打到我们卡牌。漂亮，好配合。OK， 上路二塔再拔掉，我们这波还可以继续上高。不知道他们回来几个，安妮应该回来了，安妮没回来，那谁回来了？没人回来，家没了，他们就回来一个怒怒。弄弄有屁用啊，你这高地我拆了，走呗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干嘛干嘛，猫兵啊，是不是猫兵啊，这也追我，猫兵是不是不是有点什么猫兵呢，这样子追我，这个也死了，大龙的吧，回家然后拿大龙了，这次应该杀完了，这不是春茂兵吗，你看他们多急啊，急死了，急死了，哦，我没带 TP，
我差点把闪现摁了，兄弟们，我差点把闪现摁了，刚想踢过去。这个皮肤要返场的话，值得购买吗？还可以。你如果兜里尔比较宽裕的话，可以买这个皮肤。如果你想买一款皮肤的话，那这个皮肤可以的。这个皮肤和源代码手感是接近的，比源代码稍微差一点吧，但是也比较独特，也算是比较好的手感了。反正就是除了北极星以外的皮肤我全都推荐，就北极星皮肤我不推荐。哎呀，该死的减速，减速让我走不动啊，难受。出啥鞋呢？出啥鞋呢？我们出啥鞋呢？魔女其实也不差，魔女手感也还可以的。我反正我觉得北极星手感是比较差的，其他皮肤都还可以。IG 的手感应该才是最差的吧 ？IG 和原皮一样。要不还水银鞋吧？要不要水银鞋？出啥鞋？我不知道出啥鞋子吧？我在忧郁。水银吧。这边 AP 挺多的，就算是为了水银的魔抗吧。也没啥出的，就当是为了水银的魔抗。什么皮肤最好？源代码，源代码是最好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我还挺喜欢的。这个是手感仅次于源代码的，但这种东西比较个人吧，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。啊，兄弟，你有点幽默了吧？你真的不有点幽默吧？我他妈看你打了24分钟二杠零一次都没死过，以为你是什么绝顶高手，你转头给我见面呼之熊空大，我人晕了，你太抽象了，我以为他是什么高手呢，但转头当着我面空个大，难崩。原代码现在不让买了，老皮肤都下架了，现在买不到。随缘吧，皮肤这种东西，我个人建议随缘就好了，不要强求。感觉怎么感觉 T 叉就针对了兄弟们这种心理呢？哎，我越这个皮肤本来是平平无奇的，但是我把它下架了，那大伙们就得不到了，得不到大伙们就心心念念的，然后这个皮肤就莫名其妙升值了。真是营销大师啊，没话说。世界既不黑也不白，我操，